有许多信徒呢，都会特地到彰化鹿港天后宫去拜拜求平安。不过最近有好几间的电商平台在网络上面在贩售呢鹿港天后宫的姑姑香炉的妈祖金币，庙方出来澄清了，说这个金币都是假的，天后宫是没有在卖像这样的姑姑香炉的妈祖金币，也请呢各大通路赶快下架吧。民众手拿清香虔诚祭拜，鹿港天后宫是当地信仰中心，有着大批信徒，但却有电商业者利用妈祖来赚钱。7线上特力加购物网。网络搜索过炉妈祖金币，就会跑出满满的电商业者，还有贩售平台。商品说明写了，买了就能保佑新年财源广进。庙方出面澄清，没有与任何厂商合作卖金币，千万别被骗了。没有出这样子一个鹿港天后宫妈祖加持这样子的一个纪念金币，正式接受我们鹿港天后宫的授权的话，我们都会出示我们的授权书。打着天后宫的名义卖假货，企图蒙骗消费者，民众听了觉得实在太恶劣，是有点夸张。因为如果要买，应该会在庙里面买。蛮夸张的，网络一定很多都假货。庙方已经通知电商业者把商品下架，也呼吁民众授权商品都有标记。不过天后宫目前没有贩售过炉妈祖金币，民众想买之前可得看清楚了。记者林一峰彰化报道。